台湾花莲发生 7.2 级地震，香港 AV 女优苏海林今日贴出捐款单，并呼吁粉丝捐钱尽下心意。苏海林将捐款单上的加码支持专案打格，有网民就留言暗指苏海林捐少少钱博流量，写话好地地点解要遮银码，扮有捐钱喺度呃流量，而苏海林全力还击话，因为就系多得你呢啲人咯，捐得少有，系咪都？仲话银码已经唔系最重要啦，系我喺度呼吁叫大家捐钱啊，傻！网民都力撑苏海林，话攻击揶揄人哋去呃流量嘅系你。有人更话醒少少，两只手指放大张图都见到银码啦。